到我名字的人，啊，这是赵传的。哎，赵传还有另外一首歌，哎，也是李宗盛写的，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，爱要怎么说出口。来，来宾掌声鼓励，爱要怎么说出口？心中的我，我还能怎么说？怎么说都是错。你对我说，离开我这么多，试着做自己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别再为爱蹉跎。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？我的心里好难受，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就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让我怎么那么难过，你见我灭了心中的火，我还能怎么做？怎么做都是错。如果要我把心对你结果，只有这个面子结果，我会怎么为你做？何必为爱蹉跎？
谢谢。爱要怎么说出口？好，谢谢。